各位，現在我們呢就教你怎樣整個口罩。先找了白紙，然後找個口罩的模型，然後跟它接了它，然後跟著呢就畫了。如果你的口罩是這樣彎了下去的話呢，你呢就用支筆，你拿支筆，然後跟著你畫的時候，由於這裡要打開呢，你這裡呢就埋這個口，然後跟著這裡拉回出來就可以了，這裡又這樣拉回出來，或者是這裡這樣拉回出來都可以，這樣就 OK 了。好，然後跟著你就將它畫了個口罩出來，畫完之後呢，跟著你就有個口罩模型了。咁你就將佢攞個鉸剪剪，剪完之後咧，你會發覺咧出咗嚟就係咁樣噶啦。然後咧好簡單嘅，將呢度兩個剪開佢，搭落去，然後跟住揾啲嘢黐咗佢。如果唔想太核突，你就睇下可唔可以用膠水黐咗佢。如果唔係，就用釘書機。然後跟住個口罩就做完㗎啦。咁呢度打兩個窿，最緊要呢度尖嘅位呢，你將佢整返完去。呢邊又整返完去。呢邊又整返完去。呢邊整返完去。咁 OK 啦。如果你話想我想對齊去喎，得唔得呀？打。然後將佢大家一樣的咯，這樣的搞定了，這裡就大家一樣，這樣收一收好去這樣可以了。然後跟著拿回出來，這個就是個口罩了，將這個模型打回去，將這個帽放在膠片那裡，然後跟著將它 tracer，咁當然用支有顏色嘅筆啦，然後 trace 咗佢 ，trace 完之後咧，你剪咗出嚟咧，你就會變咗，去咗邊啊？變咗咁嘅樣啦，不過就透明嘅。咁你將佢黐埋去，咁就大功告成噶啦。